今天来剪头发，准备的工具就只有一把文具店的剪刀。因为它现在差不多是这样了，然后它有染过的迹象，然后，去年11月的时候吧，好像我那时候是过腰的样子，然后就是剪到这里来，然后中途又剪了好几次。那就特地挑了一间没有人的房间，然后就在这边剪头发吧，耶、yeah！没有吧？因为你现在那么暗，所以说才没有咖啡色啊。Oh my god！哦，非常的不妙，我觉得。哦，我的头发啊，我觉得它歪了，该。算了。给我剪断哦，超难剪的啦！它到底有没有剪断？啊，我就哦，这个这次我就不。我已经不知道几年没有这么短了，对，很久，上次大概是5岁的时候吧。来跟我的头发们道别。哒啦啦啦。然后我发现了，绑头发洗头真的超级爆感舒服。